家好，我是武康人，我为了白蚁欲望迷惘来做宣传，进行妞新闻快问快答，开始。丁字裤，我卫生棉擦笔使用过的吗？新的。有新的可以。帮脚毛边辫子啊，我穿裤子你又看不到。尖头皮羽绒衣，羽绒衣游泳。你要选疯了吗？当然是穿尖头鞋慢跑。吃脚皮甜，我小时候真的吃过脚皮。所以你选吃脚皮吗？对，因为小时候脚比较就可以。现在还可以吗？现在不行。有差吗？尖头变长皮，我偶尔会讲。B-box。下防御，我可以，因为我们去露营想要，他蚊子关你，他一下也有。我觉得武康人就是个怪人，结束。